而且我觉得很多支持我的人不就也是这样吗？我的意思不是说他喜欢 cosplay， 而是说他看中的是他希望有比较风格不一样的政治人物，然后能够去为自己代言或发声啊。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学校要变一个样就没有必要了。影视流行或是动漫产业都是 台湾还在发展中的产业，所以那加上我自己本来的身份，所以我本来就一直很关注这一块。但我觉得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这些东西难登大雅之堂，然后就跑来我的粉专骂说你已经是立委了，不可以在咨询文化部的时候说动漫产业，所以我不知道这个逻辑到底是什么啦。所以现在当立委就不能看鬼灭之刃，不能看海贼王。对，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想象。对，但是我觉得就还是就如果到我粉专我会跟他沟通啦，但如果到我个人账号我就会有个性一点。